我的爱情里，时间吹凉的空气，因为你我分不离。暌违六年，我们舞王杜德伟终于在发新专辑起来，让人不禁联想，这到底是哪里要起来啊？专辑起来，主题是起来，哪里要起来？我想要除了生一个小孩以外呢，可以再多生两个，那这个也一定要起来了。对，那个劲要起来了，劲要起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要用心的经营。怎么说呢？哎呀。我这回答好像可以吗？早上还记得吗？早上，哎，起来啊，起来啊，用 MV 啊。我觉得呢，这个是就是讲是没有用的，这个一定要用实际来作为，然后一个当我有了老婆有了第二胎以后，就告诉大家我能不能起来。这好消息就留给 Alex 起来后再告诉我们喽。除了小孩之外，大家很期待的还有杜德伟那块块分明的腹肌啊！可以秀一下。那我要不要起音乐喽？开玩笑的。口太不应该了吧！而久别歌坛的杜德伟这次强势回归，风头全被超 Q 儿子抢走，他有话要说。我是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不看 MV 了？有MV 首播，有感觉说他有这个音感，是像你一样。他的音感越来越好了，但是暂时还是五音不全。我觉得真的当了爸爸以后，不能浪费小孩这个每一点一滴，因为他是现在是最可爱的。你会发现很多的惊喜，我觉得是这世界上最奇妙的。说到宝宝，果然就是满脸笑容啊。